哇，这很灵敏呢。赛车游戏不卡卡，五 G 极速狂飙。这里是桃园虎头山新创园区，全台首座五 G 实证场域。未来这里还要开发五 G 车路云，整合车联网技术。五 G 的场域跟自驾车，还有智慧的车联网部分，我们在这里整个设施都在五 G 的涵盖里面，整个联网都能够非常顺畅。5G 大未来改变生活形态，现在从虚拟实境电玩到机场自驾接驳车都能广泛运用。各位旅客，本班次已抵达第二航厦51号接驳点。自驾车结合智慧停车产业链，陶机的无人自驾车不只能帮你运送大小行李，还能帮你找到停车格。另外也有新创公司推动无人巴士计划，从桃园机捷 H7 领航站到大园高中，全长大约1.7公里，预计12月无人巴士开放载客，而且还开放民众体验。透过 5G 的特性，高频宽、低延时以及大连接的概念，未来这个 5G 的开通代表的象征性意义，就是为自驾车打通了任督二脉，那未来自驾车运行会更精准、更安全。智慧城市的治理包括了智慧的交通、智慧的教育啊，那么还有很多的数位建设。桃园市是第一个 5G 的这个车联网的测试场域啊，那做的也相当的成功啊。积极整合科技资源，串联软硬体设备，让桃园成了全方位的智慧城市。华语新闻陈明彦、黄佩涵，桃园报道。